好，那在下来啊，就是我们刚刚在写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写法上面啊，这个指标跟没有指标，我们在写空文的时候，我们的写的方法当中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我们要稍微把它厘清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譬如说。 好，我们就看，比如说这个好了，这个 x 哈，它也是一个指标，记得这个 x 也是一个指标哈。这个 channel 是一个 class， 那 x 呢是一个物件，但是这个物件它是一个指标哈，它是一个指标。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啊，我们的概念啊，各位看啊，我们的概念啊。 基本上有两种形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形式，就是你把它括号起来啊，把它括号起来是在左边的地方把它括号起来。这个形式的概念就是跟我们讲说，这个 x 啊。 它是一个 star， 它是一个指标，好，这种指标会指到什么地方？会指到 channel 的这种格式上面。那你刚开始的时候宣告这个这种 x 的话，这种 x 的它指到什么地方是不知道的，一定要给它实际上给它一个值，哦，我们才能够指到某个地方。那这个 first 哈也是一个指标啊 ，first 也是一个指标，所以你一定要给它一个实际的东西才能够指向它，要不然它是不存在的。 这个是第一种看法，可是当我们要用它的时候，我们要用它的时候，哎，变成这个看法。那这个怎么看法？就是 star x 是一种 channel 的，啊 ，x 所指向的地方是一个 channel 的啊，所以刚才我们这样一个情况就是。 这个 S 手指的地方哈，这 S 手指的地方，它是一个 channel， 那基本上是大概这样一个概念，就是 S 手指的地方是一个 channel 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会把它写什么 ？S 手指的地方它是一个 channel 的 ，channel 的里面有什么 ？channel 的里面有 link， 也有 data， 这个是 channel 的啊 ，channel 的里面有 link， 也有 data。 link 它本身也是个指标了啊，所以 channel 里面有 data 也有 link。那你这个要看的时候，就是它是 int， 它是 data， channel 的指标它也是一个 link。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这样看，这个里面的某一个东西，这个跟我们的 C 里面写 structure 是一样的啊，这个里面的某一个东西 data star x 代表。 x 所指的那个地方的 data star x 呢点 d 点 link 代表它所指地方的那个 link， 哦，这个概念是这样的哦，但是我们的写法上面不是这样写的，我们就把这个把它写成，我们就把这个把它写成什么 x 所指的地方的 data。 或者 x 所指地方的 link， 所以各位不要误会啊，说哎，那它的那个 x 的 data 一定要写成有个箭头吗 ？x link 一定要写成有一个箭头吗？最主要是 x 它是一个指标，如果它不是指标的话，当然就是像这样吧，点就可以了，用点就可以了啊，因为它是一个指标，所以我们才会说 x 所指地方的 data。 S 所指定的 link， 好，以上这个是我们有关于这个 C 语言关于这个指标所指地方的那个资料的表示方法。好，接下来是 template，
Cambridge 我们才刚才考过试哈。那 Cambridge 就是，你这个宣告完毕之后，我们前面有谈过 Cambridge 方群，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Cambridge 的 class， 那就是你宣告一个东西之后啊，那个东西啊将来可以重复使用，那我们就其实我们就马上看这个范例哈。这个 template 要怎么做呢？就像这个，也是要 template， 然后里面写一个 class t， 写一个 class t， 那代表这个 t 啊，有点像我们的参数一样。这个 t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现在不知道，未来才会知道。就是将来我们在宣告物件的时候呢，会把这个 t 的真正的实际的内涵把它串进来。所以这个 class channel 的里面哈。将来它的资料形态里面就可能会有个 T 在里面，譬如说这里 T， 我们刚刚这里写 INT 哈，这个 T 的地位就跟那个 INT 的地位是一样的，但是这个 T 呢目前是没有定义好的，就是它是什么资料形态还不知道，将来我们真正在宣告这个 class 的这个物件的时候呢，才会真正把这个 T 的内涵把它放进来，所以将来这个 T 呢，它可能是 INT。也可能是 CHA 啊，现在还不知道。再外，下面就是一个指标 ，link 它是一个指标啊，指向什么地方？指向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我们刚前面是没有这个 T 哈，没有这个 T 存在，所以现在你这边多一个 T 呢，就把它想象好像是一个方群在呼叫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参数叫 T， 所以这个简单讲就是它也是一个 channel 的指标。但是这个目前的 T 还不定案，所以 T 是将来要传进来的。好，所以现在这个channel 的里面，这个它的资料里面就是 data 跟 link， 然后它里面都有一个T 存在。好，再下来是这边有一个 class chain 那这个 class chain 呢？它也有 template 这个 T 在里面哈，它也是有的。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啊，宣告说这个 chain 啊是这个 channel 的朋友，所以 chain 它可以用这个 channel 的里面所有东西。那里面也是牵涉到一个 T。圈这个 chain 的实际的内容在下面这里，这是 chain 实际链 ，chain 就是 link list 啊，一串啊 ，channel 的都只有一个点而已啊。圈这个圈就是一串的东西啊，是一个 linked list。好，那我们看这一句话什么意思 ？Forward declaration 就宣告嘛 ，forward 是向前，就是先宣告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这边真正的内容在这里。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边先宣告？这个跟我们写 C 的时候一样，有些东西啊，我们就是要用了，要用了。那你这个没有宣告的话，没办法用。那你在这里呢，在这边要把它先把它。讲出来，这里要先把它讲出来，所以我就先在这边先宣告一下，它有这个一个东西，它实际的内涵在这里，就是它实际的内涵。好，那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券这个券里面这个券里面，它到底有什么东西那这个券里面的 constructor 就这一个这个都在 constructor 这个 constructor 里面，这个圈里面它有，我们看一下这个圈里面它的资料有一个叫做 first， 有一个叫 last， 有一个 first 也有一个 last， first 跟 last 都是这样的指标都是这种东西的指标你看一下这个 channel 的 T star first， 还有 star last。这个 star 当然你要配合前面这个这个一起看的所以都是这两个都是指标就是我们的 linked list 里面它有一个指向第一个点，有一个是指向 last， 指向最后一个点。那刚开始如果你要建造一个 chain， 建造一个 linked list， 里面应该是空的没东西所以你要建造的时候，你看到这个 chain， 你看它要建造的时候，它的 constructor 是这样讲的 ，constructor 里面不需要传参数进来，它只有做一件事情，把 first 设为零。就第一个那个 first 那个指标指向你就是空的啦，它是一个空的 linked list 这个就非常单纯的一个设定，它是空的一个 linked list。
好，那再下来，我们慢慢再把刚刚的这个券啊，再增加一些内容进来。第一个要增加内容是，在这个 link list 的尾巴，啊 ，tail 就是尾巴啊，在 link list 的尾巴再加入一个新的东西，好，那我们看看怎么做。这个 insert back 就是在尾巴再加入一个新的东西，那准备被加入进来的这个叫一啊，一的这个变数名称，这个内容要被加进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if first 这个刚刚我们看过了，这个 first 若等于零，就代表它是空的，刚开始没东西的。那 first 若不等于零，就代表它有东西。我们现在看这个没东西的啊，没有东西非常单纯，它是 empty。所以呢，现在就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东西。那下面这个可能各位，我们下面这边没有图哈，但是我建议各位还是要把这个图把它画出来哈。先看下面这个 case， 那这个 case 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资料，一个新的东西哈。里面只有一个这个 link list 里面就只有一个新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要建立的。圈 node， 然后呢，它的这个是一哈，它的内容是一，然后再下来，记得啊，这个圈 node 哦，我们如果延续前面的看啊，圈 node 的第二个我们没有给它的时候，它是等于零哈，这个还是延续前面的啊，我们看一下这延续前面这个概念哦，圈 node 这边如果没有给它值的话，第二个参数如果没给它值的话，它是等于零。可是后面已经没有了，是空的了。好，所以这边的这个缺 node 的这个一，哦，这边只有一个参数哦，另外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 default 是等于零，代表什么？代表它后面没有了。再下来呢 ，first 等于 last 等于这个，所以表示什么 ？first 指向它。last 指向它，因为只有一个在我们的 link list 里面只有一个点，所以这个也是第一个点，也是最后一个点，所以 first last 都指向它。好，这是一个新的 list。那我建议哈，各位还是要把这个图把它画在你的这个讲义上面，好，那这样的话会比较清楚，这是这个 case。好，再下来我们再看，假设你这个已经存在了，它不是 empty， 已经存在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这个是原来 last 所指的地方，这个是原来 first 所指的地方，啊，它已经存在了，那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在 list 的尾巴加入一个新东西。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create 一个新的 new， 也是叫 new 啊，一个新的。那这个资料也是一样是一哈，所以我们就在这边 new 一个新的东西啊，它的资料是一，它的后面没有了这里，这是一个新的点。那你在尾巴要加进去的话。当然就是要什么，要把这个哈，把它串到这边来，把它接过来。怎么把它接过来？这个是一个新的连接力的 ，link 连接力的 ，last 的 link，last 的 link 就是这个哈，这个是 last 哈，这个是 last 指向的这个 link 是这个，要把这个呢，把它等于这个 link， 所以呢，就把这个指过来。就是刚说过哈，这个再解释一遍。假设这个位置是100，那那个位置就是100，意思就是把它指向过来。好，再下来啊，新的 last， 这个 last 的 link 是现在已经指到这边了啊。这个 last 的这个 link 啊，但是 last 本身呢没有改啊。这个 last 它还指向这里哦，还没有改啊，它的这个 link 已经改了，它本身没有改，
所以再下来呢，我们这个 last 呢，现在也不是这一个了，也不是这一个了，要指向什么？指向这一个，怎么指向 last 等于 last 的 link， last 的 link 是100啊，100，现在呢 last 等于 last 的 link， 那就是 last 的 link 把它改成100，那改成100意思就是指向这个最后这个新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只有靠两个指令，就建立一个新的最后一个点，那把一个 last 指向过去。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last 是有改 first 是不要改的，因为 first 它所指的地方是没有动的，不需要改。好，再下来这个动作哈。Concatenate 这个字哈是动词 ，concatenation 这个字是名词，就是串接两个字串，两串的东西串接哈，你要把翻译成叫串接，串起来哈。把两串东西变成一串。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说明哈。这里面进来的哈，这个里面进来的有一个叫做 v 这个参数哈，还有呢，它要串到什么地方？它要串的是叫做 list。我们要记得哈，我们在执行这个function这个 class 的时候，都有一个概念叫做一个什么？叫做本部件哈，我们的部件，我们本部件。所以 list 呢就是本部件 ，v 是外来者的部件。那些外来的部件要串到我们的部件里面来，哦，那我们的本部件，我们先在这里哦，暂时用这个 A 这个它的内涵，它的内涵用 A 一、A 二到 A M 来表示，哦，然后那个外来的那个部件呢，它的内涵用 B 一到 B N 来 B N 来表示哈，哦，所以我建议这个图啊，各位也是要把它画一下。这个是 A1 啊，然后 A2 串到这个 AM 最后一个，这个是原来的。另外还有一个 B 啊 ，B1 到 BN， 这是外来的。所以这个 list 的意思哈，其实 list 就是就要这边来，这个就是 list。好，那这个 list 里面哈，它也有 first 也有 last， 所以我们这边所谈的 first last 哈，谈的都是这一个哈，你不用再称呼什么 v 点 ，v 点就是外来者，那这是这一个，那我们现在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串起来，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做法。首先第一个 first， 你的本物件本身啊，本物件里面的话都有一个叫 first， 啊，本物件当然有一个叫 first。也有一个叫 last， 外来的物件呢是 v 哈 v 的 first v 的 last， 现在哈，它不是用指标的形式存在的 ，v 它是用一个物件的形式存在的。所以 v 本身它是一个物件啊，它不是一个指标形式哈，这个 v 它不是指标，不是一个指标啊。所以呢，我们如果不是指标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用什么，不能用这种符号啊。这个它本身是一个物件啊，所以它只能用这一个点啊，这个某一个东西点啊，不可以用这个箭头符号。所以你看这真的 v 的话，
都不是电容符号，都是用点的。啊、哦、因为你它本身是物件，它不是指标。好，再下来呢 ，first， 如果它存在的话，就表示什么 ？A 原来是有的 ，A 原来有。那我现在把它串起来，你就想办法把这个把它改过来就对了哈、哦。把这个 last 的这个哈、哦，把它指向 B 的 first， 怎么指 ？last 所指地方的 link， 你就这个。好，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假设你这个是一百，我现在想办法把这个超变成一百。就这样子，所以 B 的 first 就抄过来，就把它抄进来，这样就串起来了。然后接下来这个 last 呢，不能是这个了， last 要指向这里，因为你总串的 last 是变成这个啊，所以这 last 呢要换成这个啊，这个也许是在208的地方，那我就把它改成208。啊、哦、，B 的 last 是208，我先给它改成208，就换过来了，那我就串起来，所以这个串起来也是非常单纯。好，这个 S 这个部分先不要看啊、哦，先看最下面这个。那串完 B 之后呢，相对应的这个 B 哈、哦，它等于它就是我们要把它让它消失掉。所以它的 B 的 first 跟 B 的 last 好吧，设为零哦，设为零意思就是说那个 B 就不存在了，哦，这个好、哦、，B 的 first 跟 last 设为零，它都指向空的东西了，不存在了。好，再下来，我们再回到这边 ，if else if 这个的话 ，first 是有东西的，我们刚做完了，那假设 first 没东西呢 ，first 没东西代表什么？这个 A 这一串原来就不存在了，好、哦。A 这一串不存在，那就是原来只有 B 这一串而已。原来只有 B 这一串，没有 A 那一串哦，只有 B 的 first。这是 B1 哈、哦，然后到 B 的 last。那你原来都不存在的话，那非常单纯啊。这个接起来之后呢，这个就是你的 first， 这个就是你的 last， 接起来之后，对不对？所以你的 first， 哦，你的 first 就等于 B 的 first， 你的 last 就等于 B 的 last， 那就非常单纯。那有人会问，那万一 B 也不存在呢？刚刚我们谈的这个 first 是讲的是 A 不存在啊、哦、，A 存在 ，A 不存在，那万一 B 不存在，万一 B 不存在会发生什么事？想一下，上面的 case 跟下面的 case， 万一 B 不存在，这个 promote 会 fail 吗？上面这个 case， 万一 B 不存在，万一 B 不存在代表什么意思？代表 B 原来的 first 就是零啊，原来 first 就是零啊。你现在把 A 的这个 first 哈、哦，这个 last link 这个 last link 把它改成 B 的 first， 那 B 的 first 原来就是零，原来不存在嘛 ，B 的 first 原来是零，所以呢，这个就是把它改成零而已啊。改成零，就是它原来也是零，现在改回零还是零，所以它还是最后一个。所以上半部这边，哦 ，B 的 B 是不存在的，这个没有问题。那下面这个呢？如果这个是这边是讲是 A 零不存在啊，那如果 B 也不存在呢？没关系啊 ，B 的 first 把它放进去 ，first 还是零啊，不存在嘛。last 把它放进去 ，last 也是零啊，因为 B 不存在。所以放进去之后呢 ，first 跟 last 都是等于零，那就是放进去之后呢 ，A 还是不存在，啊，
所以这个地方哈，这个两个 case V 有没有存在都是可以 wrong 的。好，再下来哈，这个这一题就更难了哈。但是像这种题目是系统老师很喜欢考的题目。Reverse， 翻转，把 list 把它转过来。我只能跟各位讲哦，像这道题目哦，系统考被考的几率50%。那像这样的题目，各位要做的时候，刚刚右边那个题目哈，接在一起的题目好像用脑筋稍微转一转哈，还可以这个觉得自己产生一个图一样在这边。这一题啊，如果你不画图，我觉得95%的都会错，一定要画图。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啊，这个翻转到底什么意思？翻转在这边写的啊。A 到 A N， 现在变成反过来 ，A N 到 A， 这个叫翻转啊。所以我们先看原来的东西，就是这个 A 一哈，然后呢 A 二到 A N， 这是你。现在转过来翻过来哈，就变什么 ？A N 在前面的，然后这个是 A N 减一，最后的话是 A 一。然后零，这是翻转过来的。好，那也就是这个是 first 哈，这个是 first。做完 B 之后，这个叫 first。这是我们要做的目标。好，那我们看这个 reverse 哈 ，reverse 本身就是倒转。那我们看怎么做。首先先设一个暂时新的 current， 它也是指标 first 是指标啊， first 是指标，这两个都是指标，所以各位要看这个 program 的时候不能看错它的语法啊。我们一定要记得啊，我们每次这样宣告的时候，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每次这样宣告的时候啊，这样宣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宣告的东西是这样的啊，就跟你说，这个东西 current 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指标，哦，那这个是指标，这个也是指标，两个指标就可以做等号啊，就可以做 assignment 的，这个指标的内容把它放进去，哦，这是可以的，指标跟指标是可以做相等的。好，这个是 current 的 first，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啊，它怎么做的啊 ，current 的 first， 所以这个指标就在这里 ，C， 我用 C 来表示它。哦，我写在这里，其实等于是我指向它一样意思哈。然后 previous 它也是指标啊，这个指标也是这一个哈。所以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是哈，这个你不能把这里是宣告啊，所以你不能把这个 start 一起看啊，这个是看这里而已哈，看到这里而已哈。哦，那这个指标是什么？就是这个哈，就是这个。所以你不能说 start previous 等于零，不是这意思啊。是这个内容等于零啊 ，stop previous 不是等于零啊，是这个内容等于零，哦，这个绝对不能看错啊，哦，因为很多同学写不落写到这里的时候，哎，觉得上面这个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下面这个就误会说这个跟它是连在一起，然后等于零，等于零是这个，因为这边只是宣告哎，那宣告的时候顺便给它出值，所以等于零的是等于零是这个。好，那这个 P 等于零，就是空的了。好，那这个实际上它这个在这边一栏就是这边有写哈 ，before current， 这边的 P 的意思 previous 啊 ，previous 的意思本身就是什么前一个啊，所以我们这里一栏其实就是这个 P 的在这里 ，C 的前一个了。好，那现在准备接下来设定好这两个东西之后呢，接下来准备倒转 ，file current。看了不为空，就现在还有东西哈，那还有东西的话，我们要怎么倒转？
我们再设一个叫做 R，R 是一个指标啊，一样啊 ，R 是一个指标，所以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哦，它既然是一个指标啊，这个怎么建？就是。一样的啊，这个你要看这个问题啊，一样的 ，R 是一个指标，哦，那 R 等于 P， 哎，我这里要画，好 ，R 等于 P 就是 R 等于 P， 我画在这里 ，P 等于 C 啊 ，P 等于 C， 那 P 就在这里 ，C 等于 C 的。link， 这个是指标，这个是指标 ，link 是指标，所以 C 等于 C 的 link 是什么意思？这个是 C 的 current， 它的 link 就是下一个这个啊，这个，所以 C 就走到这里。好，所以这三步一二三啊，一二三就是这样。这个是前一个刚开始的状态，这个是经过这三步之后的状态 ，R 等于 P，P 等于 C。C 等于 C 的下一个，哦，看了下一个，好，好，所以这边也有写哦，move to the next node 哦，这个我们从翻转，翻转意思就是，你这个本来是指向这里的，现在我转过来啊，反过来啊，我要指向它，这才叫翻转。我的这个 P 也就是当初的这个 C 啊，原来是指向这里的，现在反过来指。所以 P 的 link 就等于 R， 好，反过来指，就转过来了。所以就是把你的 link 啊，原来是指向下一个的，现在把它指向前一个。好，那我们再做一个。那这个做完之后呢，还有东西，吸引在这里啊，还没结束嘛，还有东西，所以我们再做一次看看。那还有东西呢？这个 R 等于 P， 所以呢，现在 R 是这个 ，P 等于 C， 现在 P 是这个 ，C 等于 C 的下一个我们假设是已经结束了哈，已经到这个最后一个了，好，然后呢，一样啊 ，P 的 next，P 的 link 啊等于 R， 所以就是转过来。状态就是这个指标指向这个，那这个指标指向这个嘞，这个当初都是等于零的哈，当初等于零的，所以指过去之后就没东西啊，好，然后这个嘞就指过来，就这个指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嘞，其实在我这边来讲啊，就这个已经指到前面了，前面就是这个其实是等于零，那这个嘞现在指向这边，好，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哈。再来是这个 C 还是有东西的，这边还是有东西，所以再做一次 ，R 等于 P，P 等于 C，C 等于这个 next 等于零，好，所以我们现在再做一次哦，那做一次的话一样啊，这个把它转过来，所以一直就这个绕过来，好，做完到这一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current。已经不成立了哦，现在已经登边顶结束了，好了，我们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已经结束了哦，结束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做这个 ，first 等于 previous， 做到这里吗？各位看一下，做到这里 C 已经结束了，那最后一个呢？当时最后一个就是当时的 P 啊，所以 P 等于 first， 等于 first 等于 P 啊，所以 first 就指向 P， 跟 P 一样，那 first 跟 P 一样就是指向 P。它把射程相等，就是意思就是它指向这一个，原来的最后这一个。好，那这个是其实这边指令没有几个指令哈，但是呢，你要想象这个组的时候还蛮困难的，一定要画图，这个一定要画图。那里面画图的话，光是凭空想象，这也非常困难。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各位要知道啊，我们这个如果是期中考，
可能老师改完考卷之后啊，你还有机会来解释说你的脑袋是怎么想的。我毕竟不是你的脑袋啊，我会按照我的想法去想。那我的想法呢，我会想到的是这个图。你的脑袋不是想这个图啦，你的脑袋想另外一个图，所以你有另外的口吻，那口吻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脑袋想不过来，我就把你打叉。OK， 这样了解吧？那我打叉之后呢，当然啦、啊，你会重新把你的这个你的脑袋翻来跟我讲，对不对？说老师，我的脑袋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 OK。那我再重新弄一遍的话，啊，好像是对的，再打勾。期中考有这个机会，期末考你就没有了，因为期末考你大家考完试就回家了，我打他就打叉了，你哪有考的机会？没有。将来各位如果考研究所考试，那更是没有。啊、哦，研究所考试，老师打叉，你会去这个什么？这个叫复查成绩吗？一定是觉得这个落差很大，还要复查成绩啊？要复查成绩还要交钱的，好、哦。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了。那老师怎么改考卷？根据老师脑袋的状况。那如果你的结构不是长这样子，那怎么办？你就是要搬一部电脑给老师用啊。这就是你的电脑，是不？你跟他说，你要跟他说，你的电脑结构长这样子，你的电脑是长这样子的，要把你的电脑搬给老师看一下，老师才能够知道说，哦，你的电脑长这样子，才能够乱了。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尤其在理科历史的时候啊，非常重要，真的要把图画出来。画出来的时候呢，也至少好像是对的，好像和这个我们可以画这个你新的这个结构呢，来对照你的图尾，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好，刚刚我们是 reuse 哈，是有用 template 的。然后这边也做一点点结论的哈，就说这个有些时候哈、啊，也不一定会用这个 template 啊，有时候有些时候你可能要自己重新设计新的东西哈。那因为呢这个你如果 reuse 的话，有些时候你的效率会比较差一点。然后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如果太复杂，那你这个 reuse 的话也非常麻烦。好，所以有些时候你是不会用，也可能没有 reuse。好，再过来下一个就是变化的形状哈。前面看的是一条线到底，现在看的是环状 circular 是环状，所以最后一个会连到第一个。我们刚前面的讲的都是什么？最后一个就结束了，没有东西了。现在我们绕一圈哈，把它绕一圈，所以最后一个会连到第一个。那，我们画图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想象这样画，那最后一个拉到第一个，你也可以这样绕一圈哦，绕一圈，然后最后一个拉到第一个。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重要的地方不是这个 first， 而是 last。我们前面在看的时候觉得这个 first 很重要，现在环状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下 ，last 才是重要的。那为什么 last 是重要的？经由 last 就可以找到 first， 因为 last 的下一个哈，它的下一个就是 first， 所以 first 有没有记在前不重要， last 一定要记在，一定要记下来。那 last 如果没记下来呢，那你惨了，你不想 last 在哪里？啊，因为 last 找不到啊，你叫 first， 你不想来 last。所以 last 是重要的， first 不重要。那我们一般啊，这个在环状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 last 把它记下来啊，这是重要的东西。好，那再过来啊，那既然这个有 circular， 我们也可能会有所谓的这个 insert 跟 delete 的情况，这个是 circular list 的 front。就在前面加一个东西哈，在前面加一个东西。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边有说明哈。我们现在是要 insert 一个新的东西，在
这一个 list 的前面啊，list 前面，然后再过来就是这个 last 呢，要记得啊，我们是指向最后一个点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要怎么做啊？这个 new node 新的一个 new node 啊，也一样，各位看啊，这个是一个指标啊，记得这个是一个指标。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这个到这边是挂号起来，这个新的指标啊，这是一个新的指标。然后它指的是另外一个圈啊，这个看过好几遍的，这个一的后面 default 是等于零，表示一个新的点成立了。那这个又分成两个啊，所以你看啊，这里是以 NAST 为主，这边起码是以 NAST 为主啊，这边其实 first 都不见了，是以 NAST 为主。NAST 到底有没有东西，就能可以来代表这个到底是不是空的 ？If NAST，那这个就是有东西的。那我们看有东西要怎么做啊？好，我们就先串一下啊。这个是原来的 NAS。那现在我们要新增加一个东西，新增的这个东西叫 new node， new node， 所以我们现在就新增加一个那个东西叫 new node， 这里面放的是一，好，好，那这个 new node 呢，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这个后面这个是零啊，因为你一建立这个 new node 的时候，这个后面的值就给它，那是没零的。那现在我们要这个 new node 就是新的啊。今天我们在这，是在要加在这个前面的，那我把它放在前面哈，放这里。好，然后呢，这个 new node 的 link 这个值哈，这个值，那这个 last 的 link 这个哈，这个 link 原来是指向这个。原来是指向第一个点，那也就是我们如果再展示一遍，就如果这里是100，就代表这个点是100。那现在呢 ，new node 的 link 等于 last 的 link， 也就是把这个100把它抄过来。好，那抄过来意思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连一下这里。所以这个 link 就建立完毕了。再来呢，我们的 last link， 这个 last link 啊，你现在你的第一个已经不是当初这一个了，哦，是新的这一个。所以我们的这个 last 的这个哈，假设这个是208，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改成208。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link 就从这边移到这里来。所以 last link 就等于 new node， 好，这就建立起来了。那再下来啊，这个假设你是 empty， last 等于零，就代表整个都没有啊，不存在的，一开始就空空的。那空了怎么办？那就只有一个点而已啊。那既然只有一个点的话，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点，所以这个 new node 就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点哦，只有一个点。好，那所以我们产生一个新的点啊，产生了一个新的点。这里面是一，这里是零，然后接下来呢，它当然是一个新的点，它当然是 last， 所以 last 等于 new node， 所以 last 哈，这个 last 哈等于 new node， 就是我们指向它。然后呢 ，new node 的 link 指向它自己本身，啊 ，new node link 指向它自己本身。假设你这个新的点是208，这个是208。代表对，先直过来。就是你的最后一个点，你指向第一个点，那它这里本身就是最后一个点，你第一个点，就是绕一圈走回来，那这个就你就完成这个动作。好，这个是在我们的 circuit list 的前面再增加一个新的点。好，我们到这边就先下课休息，好不好？下课了啊，对啊，你这边休息。